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行程系团号 DH3798A， 带大家约住两晚五星豪华酒店。酒店享用两晚豪华自助晚餐，全港独家参观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馆，全港独家品尝稻香港式点心宴、三皇朝皇人参鸡火锅宴、三天为食纯玩团，只需699，依家一齐嚟睇睇啦！参观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馆，从唔同嘅角度介绍各国飲食文化，透过类比场景、文字说明以及唔同时代、唔同地区所用嘅煮食用具、容器、餐具同埋香料食材等展品，令大家亲身领略各国独有嘅飲食文化同埋特色，体现人类飲食文化嘅睿智同埋趣味，仲睇埋 3D 稻香发展历程。稻香港式点心宴，各种菜式食起嚟香浓可口，松软嫩滑，色泽鲜明。麒麟山景大酒店是按国际五星级标准兴建的豪华商务度假型酒店，位于深圳市西部宝安区沙井镇中心的一个半山腰上，是该区域旗舰城的地标建筑。酒店整体风格亮丽，走进大堂一片辉煌气派，各种点缀装饰其中，客房豪华舒适，配有高档家私、独立浴缸、液晶电视和各类豪华设施。每间客房都可以看到市内和山区的美景，酒店还有泳池对游客开放，令大家畅游其中。我们大行还有包酒店豪华 KTV， 大家一起在这里想唱就唱，一展歌喉，动感十足，挥洒青春。健身房特设多种健身器材，令宾客更于闲暇之余为生命加油，令健康充电。重成本于酒店入面食丰富早午晚自助晚餐，设计简约雅致，情调温馨而浪漫的花园西餐厅，汇集世界各地美食文化的自助式美食节。每个季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菜式，选用当季优质食材，搭配精细的切工，以其创新独到的烹饪手法，将极致美味的异国风情呈现在你面前。各式精美海鲜、熟食、时蔬、烧烤、甜品、生果，令你品如白牛，还有啤酒饮料任饮。了解稻香飲食文化知识，品尝港式点心宴，两晚五星约住，大行带你抵玩好食。电话6284499二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6284499二.com 查看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行微信享最新资讯。安装大行假期 APP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大行假期。